7点多，然后我住十倍早100块钱，中了10注啊，不太经常了，反正也买吧，买不了多少。那时候人家都没有领奖呢，有一点变化吧，也不是太大。他当时买的票是一张机选5注，然后是追加，是买了100块钱的。他领奖是在我们郑州省中心领的奖，就是一个，就是他为什么隔了一个多月才去领奖啊？为什么隔了这么长时间？然后呢，为什么要捐这个款？那这个得问他本人。对，单张最大的奖。